我八加九，八加九。哎、欸，其实职业下毒酒真的会变得不怕八加九哎。你就其实你也知道哪一些，因为真正会有背景的，他不会随便跟你压的。对啊，反正都是那些猴子会在那边真的跟你叫嚣的那种，通常会跟你叫嚣的都还好。那种看起来很凶的其实也还好，都還好，他们就只是长得不是那么的优雅而已。有长得不是这么的。他们长得有点有爱观瞻啦，只能这么说，就是那么好看。哎，国立彰化师范大学附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附设进修学，又在讨论什么了啦？老与年轻的话题。同是彰化人，为什么要这样排年？2年年纪之间的差距啊，都是同一间学校的人，为什么要这样排挤啊？对啊，他也是彰工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排挤他？啊，尤瑞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哦，我们都是彰工的，是不是？他艺名不知道，他只是跟我们不同时段而已。是啊。所以是日校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没错，他比我还穷，他比我们还穷。穷、哦、啊，真的是穷啊，穷爆了，干！没关系，我觉得夜校妹比较多。对，夜校妹比较多。可是日校妹丑不拉几。日校是真的啊，是真的有一点。日校就是建筑科啊。日校有一个建啊，日校那个建筑的有一个，还拿一个综合的，啊，长得像那个 A B 女友。我那时候听说建筑科有一个有外流可是我那时候没有看到影片。外流？我那时候不知道是谁。好像说什么彰工校花哦，我他妈听都没听过彰工校花，操！彰工校花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去看一下世界选美比赛，大概就长那样。彰工校花啊。彰工女生又没几个，能当校花应该蛮轻松的、啊。校花，你去看亚洲选美就大概长那样。我怎么亚洲选美？彰工有校花的东西，我还是真不知道。彰工有校草啊？校草你吗？我没有说，我现在不是彰工，现在我在是中科。中科校草。那不是杂草吗？也不错啊。把中科放草了，就我一个跑最远。真的哎，你从彰化跑到高雄。然后现在还在高雄回不来。我明天就回家。真的假的？你要回来？你要我回去，我就高雄不是没疫情吗？不要啦，不要，没事真的不要乱跑。彰化现在很严重。我、哦、牛逼牛逼，我、哦、这个人牛逼，他真的叫火爆浪子，真的火爆，真的火爆，火爆浪子，非浪得虚名啊！他真的火爆浪，牛逼牛逼，没人呐、啊，怕他小。什么样的人呢？适合？那什么样的人？别在酒面了。没有啊，这是小三呐、啊。哦，小三是不是？哦，那什么样的人呢？适合这台？什么样的人适合这台进站呢？进站？那什么样的人又不适合进站呢？我们先来谈谈，先来谈谈不适合的人。那我们先来谈谈不适合的。如果你是喜欢有速度感。这很会讲干话。那我觉得这台车可能不是那么适合你。那如果你是喜欢改装的，如果你喜欢骑帅不骑快的，那我觉得这台车可能会非常适合你。怎么，我们队友挂机了？他什么时候回来？杨，你说他回来了？哪有？朋友是不是？那个机器人出 AP 的，那他们那么绝。什么样的人适合打单双呢？我想，如果你是一个嫌自己分数很多的人，
那你可能会是非常适合单双的一个人。哦哟，哟，要死一群人哦！没有呢，他干不过来，傻眼。我没有 W， 没有 W， 他不敢打我。会插中了。喂，走位。我最会插人了，你看又插中，抢桶。亚尼在被抢桶。帮你回个血。W 回个血，45，好爽，45。再插一下，哎、欸，没插中。机器人，机器人干，好烂哦。插，哎、欸，干又没插中，他们怎么那么会扭？再帮你回一口。哎、欸，中了吧？可能要被拉进去喽。真的？哇，就是你！我帮你回一口了。不要说我没帮你回，你没帮我回。刚刚那红飞。哦哦。哦哟，牛逼！还冷静。你刚刚把人家拉进去啦！强制收头啊，他就还没残血齁，他把人家拉进去啊，我们要帮你打，你把人家拉进去，强制收头，就是想收，就是想收。我有尾刀病的患者症状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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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即便敌方满血，我也是想收。哇，干！他们打团太强了啦，除了石头人大之外，团长大一下，对吧、啊？杀了一个我措手不及耶，他等等回来，哎呦，干倒他！这是差点过时，干！我们国语又迟到了啦，靠杯啊！国语又迟到了，你自己看了他的名字，国语又迟到了，国语。我没说错吧？走，走啦！国语，不要再征服世界了，国语！国语跑去征服世界了。看他是去烤枪什么事啊？可以啊，我无。你咧用 Wake Up 的，我也无咧用 Wake Up， 你逐天用诶。完了，我帮你补血，我帮你补血。有，国语。完了，失血掉。没事，帮你补血好了。45块，赚赚血海，是打五也打得赢啊！这阵容没事啊，我们国语去做了更远有远大抱负的事情。我、欸、干他屌康没有他屌康，对啊，哎、欸、退了退了退了。哎哎哎，我。差一点，没事，我回去补妆。你拉错人，我应该要拉乔炮的。你拉一个好打的嘛，你拉个钢普兰克，他解不了你。反甲多少啊？800、300。好，这样吧。Fiora 有点稀哦。稀呀。我先出个反甲制裁他一下，可以啦，可以。吃我一镖！哎呦，怎么如此之嚣张？
就问你，你打得赢我吗？我有反甲，我有反甲还敢跟我打吗？他可是有点虚虚的，队友好菜哦，完了，太妙。国语、哎、看到了哈，国语是不是现在很不爽？时钟这样子搞，真神仙，按不闪不行的。大爆！我们要给人家一个 respect 好不好？不要投啦！投就你在投，投。哦哟！哦！哦！哦！还没了，还没了，好闪！这个闪有逼哦！完了！靠背。打兄弟打兄弟打！哇！打这个小炮，打这个小炮！哇！没锤到，没锤到！哇！啊！差一点！没锤到，没锤死啊！我刚才打字，然后压你就被压你就被勾出去了。因为我要被勾出去，就是压你被勾出去。哎、欸，我不想玩了啦！很危险，可以打哦，雅典后起脚啊！我们都后起脚，你都后起脚啊！不是啊，不是吧？我没说什么，人家那么细，我石头人太痛了，别欧拉太细了。是啊，那为什么不玩？我也不知道，那不玩啊？嘿，哎。打不赢就加入，打小啦！啊，你也、欸、你又被秒了，没有我被晕了、啊，我吃到那个菲欧娜晕，换掉就死我了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哎呦哎呦，看这牙龄可以哦。帮你回血，帮你回血。站了站了站了，继续继续继续打。永远不分离，永远不回头。来啊来啊，小炮小炮来啊、欸！你就不要被我 Q 到阿干、啊欸，小炮不要。救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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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刚刚菲欧拉闪现。救他救他救他！哈哈哈哈哈！对吧？哇，被针对了。
底。啊，怎么会有人在挂机呢？啊，他们应该是狙的。狙。哎呦！没有拉屎了。啊！完了。拉拉出来，拉出来！笑死！拉出来被强奸。挂机挂什么意思啊？没看懂。没事啦。肾可以带点蓝。带可以啦。怎么不行？为什么不行？你想带什么就带什么，你也可以带清晰呀、啊。没事，我肾带清晰干嘛啦？肾又不吃 AP。可能带一下信息防止肾虚吧。肾带带清晰，他又没有 M， 他又没有魔，他是吃能量，好酷哦。所以说带什么都可以啊，错了吗？我等一下就带清晰给你看。阿姆姆婴儿。银耳可以哭欸，我要玩这个。他要不要跟我换呢？他不想跟我换，他不想跟我换，他拒绝我了。那不是该用银耳开哭了？好吧，我当个。到底要玩什么？你要玩那个？你确定？没骰，好，哎、哦啊啊、你还有骰吗？没了。好了，那我玩那个好了。知道了，打应该会，应该好玩吧？没玩过。啊，要搓一起搓。哦，防御破，抓到192192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要被抄了，我要被抄了，完了完了，抓到，完了完了，抓到，放哪我还咳出来，完了192192，抓到，今天就会看到彰化有人确诊，然后去筛一下，彰化确诊一例。然后你就发现明天头条新闻，那个新冠病毒开始在网络上传播。这个最好了。他们在网络上传播，他妈是死，他妈地球会毁灭吧？我操！网络现在很发达，现在看手机的人都会中毒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只要动到类似电器产品，就直接他妈瞬间中标。只要有连上网就中标了。那个人家 MOD 打开了 ，MOD 打开我中了，是了。二十七点到一半中毒，二十七点到一半中毒，二十七点到一半点，妈 COVID-19 干！你好，今天内用外带 COVID-19。我明天还是会被抓，散播不实谣言，直接罚300万。开心。感觉很，这游戏有点困难了。欸，我们有好，我们有两个无敌耶。等一下我看一下哦。我是不是要出 AP 的、啊？
出啊出啊出啊，都出了。伊藤应该要出 AD 的吧？没错吧？出了，出了，出了，哪次不出？对面对面那么菜，我是不敢走出去的。我不敢，我怕被坑了。又有这里有人，这里有人。小水枪知道了一下。我靠呗！什么意思啦？什么意思啦？哎，队友都在挂机耶！我打谁？哎呦，这个挂机，这个挂机，挂机仔，挂机仔。我都用啦。啊、我也未晓用这啊，我唔是咧用这。你迄下骹嘛爱喘呐。啊，你踮伫原地迄个，你即个嘛爱喘呐。你个，啊。转机你出去啊，看你要传偶像啊，我传给我这啊，你出去啊，不是这啦，我是阿爹啦，为啥我就不会这样，我就叫我原地这样传的啊，为啥我就不会这样，为啥我根本就没用过，我用LINE而已。我没抹啦。哎、欸，打小兵，好啦，实况家暴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哦，你是懂神吗？抱歉啊，零零三在我旁边，零零三在我旁边。你跟我说你不会更新，你不会更新，你要先说好吗？旁边003啦，抱歉啦。我等一下去跟你妈解释一下什么是零零三。不要搞，没有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应该不知道，我觉得我猜他应该不知道，已经不知道，谁会知道你？没有，就算你跟他讲解，他应该也应该不会懂。他懂啊，我会讲解到他懂。没有，他那个理解程度不是一般人的程度。好，我要去别的地区了。好吧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来呀、啊！哎，他就这样子给他撞，什么意思？一者是什么刷？刷一个。可以哦。我刚好，他硬要杀那残血杀小啦！来呀、啊，即便对方是满血，我也想要揍他。啊！要死了！大腿不用看。啊，你会被那个啊？没有，派克秒啊！我闪现走了，我闪现，我不然后打给九龙打回去，我打回去啊，打到我这边。啊，我就不知道你有没有闪嘛。抱歉。喂，破格，请破格。哎，我进去了又出来了。我就进去啦，我又出来啦。几乎可桶子，这边怎么不多桶？这边破壳的东西太多了。咬他，狼狼，咬他，狼狼。你要死的、啊。哇，
被吐死。啊，没视野啦！可以整天玩 Apex， 到底？就像有人为什么可以整天玩洛伊啊？你说罗志祥？是啊。那个东西性质是一样的。志祥也很久没有上线了，可能我们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就不再适合只玩一款游戏，才是这样啊，又死了，不见得，有些人是年纪越老但一游戏就越出，老了啦，比较容易腻啦，这个大局有点不必要了，要你就让他去死比较快。快帮我！你怎么不让？你怎么不让他去死呢？人家需要补妆，人家还没死过。没死过，哇！你看他还是得死。这角色不好玩。完了，爆壳！爆！跟鬼一样，我那个大绝，点好点满。我有靠呗。啊！被炸出来了。好烦哦，要怎么玩啊这游戏，我手那么短，这游戏手长人就是用手优手指头，哇一直被 poke 耶，这不是很烦，哇没死耶，这都没死，我看伊利好强哦，伊利。哇！伊利超强，我看得出来伊利。德统是要过来了。没带吸血吗？没带吸血。你会问奇勒斯要不要帮你回魔，他不想帮你回魔的意思。没有，他没打错，他有打错。这游戏根本不能玩啊！这边这么凶，根本没有我的。这边手太长了、啊。干嘛？这乐色。跑出来丢乐色。笑死！妈啦！送。啊！一曲干啥？一曲。他为什么硬要飞一个残血的？对啊，他就想收头。
出那种装备，然后你。你好歹你也中了前排，前排能收，到时候我们再过去夹就好了。你看就要冲了，就要出去冲了，来冲！过去又被鸟鸟踢开啊，然后就往后打出来干嘛？是啊，快拆快拆快拆！拆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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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死一个人 ，OK OK。哦呦，我靠这，我靠这毅力好猛哦！这毅力好猛。看这毅力好强啊！哦。干他来剪头的啦！全干嘛啦？进来剪头哎、欸！我把那个打残了，然后他进来剪头。他真的是进来剪头，没有骗你。有我看到啊！进来都要剪头而已啊！剪头无所不用其极，对，开大剪头，夸张的。这时候你就要跟他耍任性，是我从头到尾都开大剪。哎，干啥？他真的挺牛逼的，他这夜局，他去剪头啊，屌！我已经他剩一个血了，然后夜局开大把他飞进来。啊！我就在旁边打他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很牛逼，这夜景。你完蛋了，兄弟！你没伤害。嗨！啊，痛！痛啊！没事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们伊利帮你啊，筒子出坦呢、啊。想起来了，来、啊，我们看一眼。我们看这个夜曲，看这夜曲表演。你看 ，EZ 往前，夜曲那边不在干嘛？看这夜曲表演，这次来杀个派克好。我等200块，我等100块。等啊等啊等，100块可以等。什么？这可以挡啊！这可以挡，这可以挡啊！不行打，这不行打。我顶头你啊！打什么？我不是都拼了，我等钱啊！夜曲急着收头，其实大绝是不用的，没有，你会死，砍他砍他，
好像是他最后一下射出来，好，没关系，因为他是那个收集者啊，你一定会死。好了，好吧，我很感谢你帮我大局。丢回个血啦，靠北啊，没事的。好，我们不演啊，直接拆，直接拆。小鱼落。我不演了，我直接拆，直接拆，直接拆，不想演了。直接小西洛是怎样？威恩是有病是不是？猫咪啊，要不要？啊。这是我在哪？这是我最后一局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的 LOL 今天有这么多人上线，一二三四，我的 LOL 哈，永远不是一个人上线，就是没人上线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知道，你剩下我。等到啊。啊、嗯，哇，谁有骰啊？骰一下，哎，敢可以丢儿子。我来丢儿子，儿子丢起来，儿子丢起来。今天才礼拜一而已，就有13个人在家里居家防。啊、不是啊，啊现在就现在谁也出不了门啊？没有啊，昨天还是有很多人出门，好吗？还是有很多人。牛逼，彰化人这么牛逼。彰化人，我今天去买中午去买面的时候，还是有人不戴口罩啊。嗯。多夸张，口罩都不戴，然后在旁边，而且还是在营业，路边摊那一种，不戴口罩哦，路边摊那一种的哦，还可以开，还可以在那边吃哦，多夸张。我就任性，哎、欸，我就任性，哎、欸，真的有个夸张。超负面教科书 ，What the fuck is that？ 六。爸瓦输嘞！我玩儿子，我要开丢了，我就只丢儿子，其他事我不做。等一下，他绑谁啊？他绑夜曲，他绑夜曲是不是？我靠杯啊，我给他丢，他击败啊！还敢过去啊？没事啊，没事，我这个儿子很痛啊，儿子，这是给他丢。儿子，他想用植物来吸引我儿子，我儿子那么聪明，哎，干、欸、儿子真的会上当，你儿子很笨，你儿子才笨，妈的，几岁小孩了？哇，原来我当爸，哎，干，你被屌坑哎、欸，我被屌坑。被一个屌坑啊，朋友！我被植物屌坑，真的哎、欸，没事啊，他可以让我赚。不要不要射我！哦，谢谢兄弟，谢谢你把我推走。好、哦，那就这样。
吸点血，吸点血。回个魔，回个魔，回个魔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，他那个太变态了啦！啊！啊！起飞，被撞到起飞。他的植物屌看我儿子哎、欸！屌看啊，一定是屌看啊！干我儿子这么喜欢干秋啊！妈的！那、啊、我儿子一出生，一定要把他拖去阿鲁巴。他被晕了，他被晕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来，去把儿子。像我儿子看到植物，就像看到母狗一样。确实啊，他自己的错，确实啊。哎、欸，咖啡，我不小心知道。你什么时候把剩下的兔给跑了、啊？哎、欸欸欸欸欸欸！还在笑。我害死他。好、啊，他小。啊，被绑到了哈。嗯，这个车站。从地图上面看起来蛮好看的。加脚。哦，你原来你玩那个萝莉哦？对啊，我喜欢萝莉。那个帮他打一下 FBI。二男。哎，主机都出油了。有人需要 FBI 伺候？不要了 ，FBI 不要来抄我水表，拜托不要了，快点不要不要了。你们上课要不要？你们上课要不要视讯？不用啊，不用视讯啊。哎、欸，有些老师都规定要有的要视讯啊。然后就有没穿衣服的，刚考完的画面，然后我看到啊，笑死！这么嗨、啊，超嗨的，不嗨？不是啦，他儿子真的是，他儿子一直欺负我儿子哎、欸，他女儿啦，那是女儿。对啊，他女儿一直叫我儿子干他。好啊，你看，不给吃兵啊，又夜曲又这种的、啊，又这种夜曲啊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他女儿又来干。哦呦哦呦哦呦哦，这么牛逼，干这样可以躲技能哦、喔。可以啊，哪次不能？不要了，我不要被绑了。我要活死了，我死。冲什么啦？跟你讲没打、啊。跟你讲，大的 CD， 阿里在击杀阿里，他想要赶快冲过去给对方好好祝福一下。按照，他可能想给对方好好祝福一下。我丢一个儿子可以加三块钱。好猛，离超超哦，超猛，七进七出。不对不对，不能叫他超超，你要叫他那个是赵子龙吧？赵子龙七进七出不是吗？超超魔关羽术士，赵子龙跟超超不一样。啊，如果你要比子孙的话，还是只有那个蒙古大将军比较强。我不会中。结果你吃到，靠呗！
多哭哎、欸，我明明吃不到。靠背，你都顶天去靠背。不能喊，我喊了我会出事。不要怕啦，莫啦，唔好啦。我靠背，顶天去靠背。插到这边拔起来。他们也跑太快了吧？好快啊！搞这个原地丢儿子，好废啊！原地儿子，请问你是统治过大陆的那个蒙古人？哦哟，干，好猛哦，好猛！快去吃，快去吃！我问你是成吉思汗吗？我不是成吉思汗，我也不是馆长。我是说蒙古那个成吉思汗，不是，那个可惜，我不是专业丢儿子。啊！儿子，帮我报仇！你看看你们队伍有一个成吉思汗。被我喷死啊！干！被我被绝喷死啊！哎，怎么一个比一个还烂的？真的哎！扎里是怎样啊？扎里。他不想玩。他不想玩了。Your inhibitor has been destroyed. Cutting them down. 帅哦，这个造型。看，怎么又有女儿在草丛啦？欸，他女儿很变态欸，女儿超变态的啊，你看又有女儿了，女儿整天躲草丛跟我儿子干欸，不行啊，对面怎么那么会 poke 啊，我穿机甲，我也没办法干嘛，我还被打死。谁想吃补包，就先存血。啊、不行了啦！没电，超烂，二七十。他是没看到我们，看到他是不是？他一定没看到我们，已经看到他。他一定没看到，傻傻的。我放弃这游戏，好难。还不赶快跑，还不赶快撤退。哦哟，我绑一格他直接三分之一血不见了。
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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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儿子制裁他们，儿子制裁他们。哦，我还被烧死了 ，OK。我从夜起旋出了一些拔拉装，怎样拔拉装？剑，搞不好很强、啊，你不懂。阿尼。哎、欸，这队友是坑爹，是不是？他打到打到真的打到 K 一下，我跟你讲，躲开啦！你飞那么远干嘛啦？我管你哟！打到打到坑爹。被后面收干嘛啦？跟得到？可以投降了吗？投降，投了啦！一个比一个烂。虽然我按投降，但我还是很尽力的在防守。哇 ，AD 还空 Q。这样送到你比较爽，他觉得一换一是赚的，救命啊！干，他也太扯了吧！哇，差一点！看不出来他一换一哪里赚，没看出来。啊！啊！终于可以结束了，终于可以结束了。赶快去假装，看、哦，我不用假装，我就再送了。不用假装就再送，莫名其妙就是。再送。夜曲怎么水平的、啊？金仔，金牌，金牌仔。啊，你该休息了。先送他们三个赞。啊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玩得很开心。玩得很不爽。送，一直送，死命送。快送。好了，休息了，不不不不不。